I will go to Guizhou. Oh yeah? Yeah. We call CunBA, right? CunBA, yeah. That's one of the best names, CunBA. that's pretty you can cool. say like in Chinese. Yeah. CunBA, yeah.我们这边一堆脑袋。嗨，Hello，Hey，你好，Hello，Hello，Hello，How are you？ We are good。Yeah，Yeah，Hey，We are here。You know， you see the words on the wall where Chinese CunBA originates。Here。Oh。Really cool。Can't wait to come and visit one day. Do you know how locals cheer in the game? They cheer just the way they cheer when they watch the boo fight. You know, boo fight. Show me how they do it. Boo! Yeah! Like a good ball! This young man, Yang Tao. Yang Tao, he just beat me. He did? Oh, yeah. I can't flow this. He must be a good player. First, it's a village, Taipan. And can you see? Back. Yeah, I can. CunBA. The place CunBA. Yeah. That's cool. That's so cool. It's my home. That's your home? That's your house? Good. You got to make sure you protect it. 你要捍卫这个场地。Yes. 他想梦想现在首先第一步是打那个 CUBA， 那暑假有加练吗？打篮球是熟能生巧，不练的话只能靠天赋走不了多远。对，表哥呢？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的故事。哦，我就因为这个比赛我辞职来做的。那你是辞职来做的？这球场地已经火了嘛，然后就下定决心，就一定下决心，就以后就留在家乡建设家乡嘛。场地主题的那个餐馆啊，或者是小酒馆，就是产业可能越来越多。这地方需要我们年轻人来那个，出一份力吧。你长大想干嘛？为什么突然问你是吗？快说，不说，想打篮球吗？想打篮球。哇。房价回啊！你看我三个大学生嘞，这个考了985。考了哪个学校呀？华南理工。华南理好哦，是广州吗？对。啊，广州。妈妈当时女儿是怎么说的？你说，我妈说，我说妈妈，我终于得那学校，真的超好，超好。对。然后妈妈又就很感动，一直没说话，都有点想哭，因为毕竟他妈妈也很辛苦，然后妈妈就感觉，哎呀，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你小时候梦想是什么？我小时候是想当一名伟大的那个翻译官，还是外交官。小时候啊？对，小时候就很喜欢英语了。那为什么想当外交官呢？反正我觉得国家这些事情，我感觉总是要有人站出来的，然后我想，为什么不能是我？但是现在现实一点来说，还是就想考一个小学英语老师啊，就想去支教的那种。我想回家乡吧，吃过苦了就不想让别人走自己的这种路。你小时候想干嘛？他是伟大的翻译人民翻译家，那我就是伟大的法官了。哦，是吗？伟大的法官？为啥？因为处里面有一些纠纷的话，不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啥的，最后理亏了，这样就蛮吃亏的。到了大学最大的感受是啥？哇，外面的世界好大呀！就是大学里面的很多同学嘛，就
其实说你一出生下来，其实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同一个起、嗯、那个起跑线的。对、嗯，妹妹昨天说知道村边火的挺自豪的，姐姐什么感觉啊？赵丽姐嘛，点赞了，啊、然后就。他们就跟我说了，是你们那吗？我说，哎，就是我那。哎，就是。我们班的话，有很多像我一样的爱好篮球的，就挺想邀请他们明年，因为明年的话，应该会越弄越好，这个基础设施应该会完善，然后应该会比今年更好。I'm a really big hitter, big picture, I'm a straight killer, rising the song to the highest bidder, got juice, got gas, I'ma move fast, new shoes, new tracks, like who's that, I'm new, come back, better than last, yeah, it's a new me, never gonna look back. 你第一次代表村队打的什么时候、啊、初二的时候。初二的时候。在镇上打了一次比赛，然后那些人都认识我了、然后去我家买东西就会调侃，结果我老爸说，哎，你家儿子跑得很快，你家儿子打球可以、然后就篮球在我们那边就很火爆、代表他村里面出场他老爸就很开心啊。是吗？对，那时候不叫村BA、还没有村BA这个词啊、农民运动会。哦，大家在贵州的村子那么多小孩打球，这个篮球还是真的能改变大家的。我以前不喜欢学习的，老师跟我说一句话，你不想打球吗？你如果高中都没去的话，你去哪里打球？去室外打，去公园打，那有什么意义？都没人给你鼓掌，就没有那些同学给你喊加油。那一次回来就开始认真学习，年级倒数我就考到了全班第三。当时来了，有了，哎呦，都你不会让你气馁。这个球绝杀进了，又是200万点赞，必须这个点。哎呦，哎，很牛很牛很牛。我们一般下午来打球，这个太阳会挂到那个山后面，你会看到很大一个太阳慢慢的下去拍，看着太阳下去是吧？对。然后一般我妈在下面，雪妮要不要吃饭，然后有时候太阳都下去，一个人还在这儿，就说我长大，以后我要怎么怎么有能力了，我肯定要自己给他装一个灯。小时候是什么情况下说的那会儿？就是晚上的黑了以后，黑了以后打不了球，就想打球，看不见框，对吧？你小时候在这是怎么接触上篮球的？真正喜欢上？真正喜欢上是我们举办的那个农民运动会，还是农民运动会？还是农民运动会。嗯，对，就当时是整个村啊，骑着骑摩托车，开了开皮卡面包，拖着去那个镇上的一个村子里面打球。一到你们这个村打的时候，所有人都围起，都为那场上几个人加油。我就特别想以后我也要上场去让你们为我加油。那会儿是几年级？三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所以外面人很难想象到，就算这么小一舞台，底下的孩子都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好大的舞台。其实你也到过城市了，然后你还要回来建设自己的家哈。农村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农村有很多许许多多像这样的我，有很多一些能吃苦的孩子，但是他们没有去被平台发现。我为什么会回到这个家乡，就是想去构建更多的一些平台，坚持自己热爱的东西，它总有会有不一样的方式来回馈给你。